妈，这是我给你的。不用，这钱你自己拿着吧。妈，你就拿着吧，你给我带孩子很辛苦，都没得时间出去逛。今天呢，我带你出去逛逛，买点东西。好啊，都把你钱给你娘家人了。儿子要吃饭了。妈，小兰他们还没回来，给他们留点菜吧。不用留，他们出去玩去了，他说不回来吃饭了。妈，现在帮我了吧，走，我们去吃饭。好，走吧。小超，菜你们都吃完了，没给我们留点。你们不是在外面吃了吗？所以说我们在外面吃了。妈不是说你们在外面吃了吗？所以就没给你们留菜呀。你们说给逛街了，我以为你们不回来吃了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做呢？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小兰把钱都拿给她娘家了。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今天都听到了，你把你钱都拿给你娘家人了，你还骗谁啊？亲家母，不是你想的这样，我给我妈的钱都是我上班赚来的，她一天给我带孩子那么辛苦，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得，我给我妈钱是让她出去买些像样的衣服而已。小超，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？她就是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妈，你别总是针对小兰了嘛。她心思都向着她娘家人，我再不管，这个还得了啊？这个衣服是我妈逛了几条街特意给你买的，她连她自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。我妈说了，既然我嫁到你们家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一家人怎么能处处计较呢？婆媳关系要是相处不好，家庭怎么能和睦相处呢？妈，你连夜出去打麻将都不帮我带一下孩子，所以我才叫我妈来带，她一句怨言都没得，因为她永远把子女的幸福放在第一位。她常常跟我说，家和才能万事兴。妈，你别说，今天这个辣椒长得还可以哦，切了那么多。我还晒得好多干辣椒。哟，很厉害嘛，给你是个大屋子。我都好久没有干活了，自从我生病了，人家嫂子她都不给我做。这辣椒啊、菜呀、啊，这都是人家嫂子做的。你要夸你可以夸你嫂子嘛。切，我才懒得夸她呢，她有点吃的用的，那都不是我过的钱啊。她一个家庭主妇，她能干啷子？你尽管挑你嫂子的吃啊，你嫂子做得够好了。妈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在挖地啊？幺儿，你大包小包的，你提些哪样东西啊？妈，我房子不是卖了吗？现在没找到工作，也没钱交房租，外面房子呢也不让住，所以说我只能住到家里面来了。哟，你不是很聪明吗？还把房子卖了拿去哄一个女人，现在好了，人财两空。小米，要你管。切，妈，你看都混出这种款式了，这个脾气啊还在不改。好了好了，都是亲兄妹，别吵了。啊，哪个子？你们在搞呢？哟，兄弟，你是大包小包的，提些哪样东西哦？小兰，我来家里面住一段时间，不是没钱交房租了吗？房东把我赶出来了。小兰，别答应他，家里面房间都不够，他就在家里面蹭吃蹭喝的。小明，你别太过分了哈！小明，你看现在兄弟都没地方住了，他要回来住呢，就让他回来住吧。现在家里面也没多余的房间，你就将就睡沙发了。但是兄弟，以后啊，你要好好找份工作上班，别再这样吊儿郎当的了。是啊，幺儿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走，我回家做饭去了。走。妈，小明，兄弟吃饭了。怎么都只有一个肉啊，全部都是蔬菜。我本来想来家里面吃的肉呢，你肉都没得啊？就是啊，小兰，我看你爷来小气了，那么多人吃饭，你就只剩一个肉。哦，小明，不好意思哈，我今天呢送加油去学校，忘记买菜了。晚上嘛，晚上给你们弄几个好菜，好吧？你每次都那么多借口，说到底你都是小气，还把理由说得那么光面堂皇的，害得我差点都相信了。小明，我哪里小气嘛？你看你
一离婚以后就在我家吃住，就是一年多，天天免费吃免费住，我有说过你什么吗？还有啊，我们这个生活很差吗？哪一餐没得肉啊？今天不就是少炒了两个菜吗？你就那么多话，我这也叫话多吗？虽然每顿桌上都有肉，但是炒的天天都是一样的口味，你吃不腻，我们还吃腻了呢。小明，你不要挑三拣四的，只要有肉吃就不错了。你们小的时候啊，我们要逢年过节天天得肉吃，你都知足吧。妈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他又不是没钱买不起肉，他是过夜的，他就是抠。小明，你说我小气，说我抠门是吧？那我就再抠门一回，从下个月起，你们两个每个月交2000块钱生活费给我，兄弟一样。这个家除了老子和小孩，我不想信任。管我那是嘛，小明，都怪你多管闲事，在家黏着我了。我也没得钱，我拿人交嘛。你们两个啊，都是一个德行，都是30好几的人了、都没有一个好样子。我和你哥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们还要照顾一大家子。你们以为我们赚钱很容易吗？让你们免费吃免费住，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。如果你们还不懂得感恩，还故意挑刺，不知好歹，别怪我把你们赶出这个家。你嫂子说的没有错，我同意他这样做。妈，幼儿啊，小明，你们都老大不小的了，妈呢只帮得到你们一时，帮不到你们一辈子啊，你们自己肯努力哈才有前途啊。妈，你要快点。哇，看到他们两个一点出息都没得，我气都气饱了，我没胃口的，你们吃嘛。感谢关注。哎，小明，你回来了，这些都是你朋友啊。大哥，那你管哎。小明，这是哪个？他，我让你帮忙，不要管他，管坐那去玩。好，管坐那个，你满意？咦，小明，混得不错嘛，你家都请保姆。小兰，我妈呢？妈呀，她在楼上浇花呢。小明，你回来了，这些都是你朋友？他们都是我玩的比较好的朋友。好好好，你们玩到紧，我还有两盆花还没浇完。好嘞，老妈，来，我们整钱。啊，这里这里这里。所以快起，坐那来，你们随便拿吃，不要客气啦。穿宽的睡衣啊。穿嘞，这个。睡衣杯子，好看不啦？小明，今天咱可以唱歌不？要不我们边玩边唱嘛，总的话我们气氛好点嘛。可以可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啊，我来整起个。来来来，唱起啊。啊。十多个菜，我拿你那么多菜来做，你今天你要回来，你不提前跟我说，我又不是他女朋友了呀。你老大不又长完啊？你不出去买呀？你看现在都大中午了，又来下毛毛雨，我现在又快去赢，万一手打到了怎么办嘛？管两个多，今天要是你让我扫面子了，我绝不会放过你的。小明，你是怎么跟你嫂子说话的？没大没小的，你自己去买吧，你买回来多少我给你做多少。我又没钱，要没2000-3000给我，我带他们出去吃，还不用麻烦你。3000都够我们一家老小一个月的生活费了，我哪里拿到钱给你啊？你都不要跟我装了嘛，我哥的工作刚不是一直都在你那里了吗？快点给我拿来。那你问你哥他同不同意啊？如果他同意的话，我又没拿上钱。我不同意。哥，你那个小姐搞啷子嘛？小明，你大方，那你自己出钱啊！你看，你在家里面吃住，没要你分钱吧？现在呢，你带一帮朋友过来，还用我们给你买单，你觉得合理不？哥，你就是被小兰这个婆娘教唆坏了。你请哪样的女人不好嘛？偏偏请那种抠门的女人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起诉你啊，这个与你无关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再欺负你嫂子，说他坏话，小心我对你不客气。等你这帮朋友走了，你一个人去把个地下坑扫干净，不然啊，跟他们一起滚出去。你别过分了。小明啊，
我发现你越来越放肆了，是吧？带朋友来家里面玩，都不用提前跟我们说一声的吗？你以为这是你家？你别忘了，这个房子起的是我跟你嫂子的名字，让你在这里住呢，那是我顾念兄妹之情。但是啊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嫂子她心好善良，她可以包容你，但是当哥的呢，绝对不会纵容你，否则啊，只会害了你。妈，你看我哥。是啊，小明，你别处处针对你嫂子，世间去哪里找你这样好的嫂子？你都给我知足吧。哼。